来一个生冻帝王蟹啊。生冻帝王蟹一般都是捕捞的时候啊，就刚刚快要就是看到感觉不太活力不太好了，然后捞上来直接冻起来了啊。这个叫生冻帝王蟹啊，这个便宜，这个也就才100块钱一斤吧。哎呀啊，这个肉质啊略微的啊不带紧实了啊。嗯嗯，买一个拍视频吃啊，嗯，能节省一点成本。哎呀，味道不错啊，味道还不错。